欧水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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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水好，他也有点僵。好，我们再请那个短弟帮我们拿着手拿牌。好，那个狗狗先放回篮子里，然后拿着手拿牌到我们的背板前面，让我们的官方摄影师来拍照。谢谢短弟今天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打动人心的歌曲，也跟大家讲述他对这个流浪动物的过程。我们当然希望呢，大家呢真的。好好的爱护我们身边所有的动物哦。好，我们邀请邱总一起到舞台前方，跟短弟跟我们的动物友好大使一起来合照。谢谢短弟响应我们费尽心思的系列活动。这一张哦。OK， 好。好，我们邀请我们的副店长李翔协理。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方。好，那可以放在这里。也要谢谢我们的星光三月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，让我们举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——费尽心思系列活动。Okay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再次感谢今天大家的莅临，也谢谢所有媒体记者朋友，还有现场各位热情。